界最最夯的莫过于 Remington 的 N870 现代霰弹枪。那他这一把手上拿的呢，就是加装了伸缩托的 ANK 的 N870 战术长板霰弹枪。这把枪的表面完全是跟真枪一样的仿真表面处理，而且它采用创新的三发的金属的波箱，以及仿真的霰弹，里面可以装置着 BB 弹，非常适合下场作战，或是作为三枪竞赛或是双枪竞赛所使用。这把霰弹枪是由 Tina 为各位带来的，我们谢谢 Tina， 来自 AAK 的产品，请大家掌声鼓励。